报告首长，什么事儿？南满军区来电。念。三纵韩先楚司令即刻前往军区报道。三纵韩先楚司令？三纵不是曾克林司令吗？你没弄错吧？ 你在四纵画成圆满句好了，早去早回，有好事等着你。什么好事？回来就知道了。去吧。刘指啊！哎，快把我装备拿来，我得动身了。又要去打仗啊？情况还不清楚呢。要不吃完饭再走吧？不用了，救援到。 带两个窝头，路上充饥。是。哎，我去吧。备马。是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这孩子晚上闹，白天尿，还拉，辛苦你了。走了。 跟着这辆吉普车，后面的就这么三四匹马呀，不会是在路上有什么不测吧？韩司令呢？报告首长，我们韩司令带着罗参谋长骑着马看地形去了。看地形了？哦，给我，这可是把好枪啊！首长，小心，枪膛有子弹。哦，这不打仗，枪里放什么子弹啊？ 安全起见，把子弹卸了啊！那可不行，我们首长说了，没有子弹的枪支就是一个扫把棍。人没到，枪可先到了啊！这个韩先楚，我听四纵同志都说了，他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就喜欢这不按常理出牌的。咱们老爷们不爱枪干什么呀？搂着媳妇能打胜仗吗？啊！行，进去吧。 怪不得春夏之交，我军进攻四平，敌人把重兵部署在威远浦，果然是战略要地啊！我们的秋季攻势就是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，此时敌人经受了我们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。 他们呢，现在正在等待援军重振旗鼓，企图在6个月之内挽回在东北的颓势。东总命令我们三纵，要想办法沿着中长线两翼寻找战机，啃掉这个敌五十三军的幺幺六师。这个幺幺六师啊，就是驻守在威远浦。参谋长，你回去之后，尽快的找一些五十三军的俘虏，详细的了解一下。 116师的情况，要做到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是。哈哈哈！哎呦，老罗，韩司令，啊，这大家伙啊，为了等你啊，都饿得不行了。哎呀，谢谢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三纵的副司令魏副司令。啊，你好。这是政治部刘主任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久等了。那咱们坐吧。啊，坐坐坐坐坐。 你这人没来，枪先来了。我听请魏元说呀，这个枪的来历那可不简单呐。不是不简单呐，是很不简单呐。哦，这还是在红二十五军的时候缴获敌人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死在他枪口底下的我军干部战士，不亚于一个排呀。但是现在已经远远的挣回来了。每次哪支连队做先刀、打主攻，我就把他交给他们。 光四保临江啊，就有8支英雄的连队配守过他，所以说，
这挺枪啊，那是老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利剑，是兵家镇宅之宝。好，那以后啊，咱就把它供起来。就供这儿。来来来，谭司令。 听说呀，你喜欢吃辣子啊？这杀猪菜里边啊，全他妈都是辣子呀！哎呀，这叫开门见红，咱三纵有了韩司令啊，咱就是有一个好兆头啊！开门见红这词儿啊，我喜欢。刚才参谋长陪我去看了一下地形，站在山头上啊，远远的就能看到第53军1160师的驻地，叫个威远堡啊，地图上叫威远门。这个门我看中了。 咱们三纵一定得钻进去，打他个开门见红。好啊，韩司令，今天为你接风，咱们喝酒。好，来，欢迎，感谢啊。好，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沿着中长线一字排开，很像是一个一字长蛇阵，而这个西峰就是蛇头。这儿攻势坚固，防守严密，但是依我判断，真正的军事重地。 应该是在威远堡，因为它是敌1160师刘任川的师部，也就是敌人的指挥中心。如果先打下威远堡，对整个战略全局有利啊。韩司令，我的意见，还是集中兵力，先歼灭掉驻守在西峰的敌人，然后咱们再考虑扩大战果。舍近求远，军事风险性太大了。再说，你刚来三纵，还是稳妥一些好啊。二老罗。 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西峰，我是亲自勘察了，所有的炮楼、地堡，那是清一色的水泥混凝土浇筑的，敌人把它当成了防御我军前进的桥头堡。如果说在这久攻不下，敌部署的另外两个团就会灰头打增援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陷入被动，甚至付出很大的牺牲啊。但是如果能打下威远堡，就不一样了。 破坏了敌人的指挥中枢，其他几个团如果敢回头打增援，我们就个个围而歼之，达到把西峰之敌引到城外歼灭的目的。这是一张好棋呀，韩司令，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打鼓啊。咱们这次面对的那可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啊，不能轻视。我觉着，咱们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，再商量商量。 开扩大会，对呀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不同意了呢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各个师的军政主官，哪个不是你的老部下呀？不是，他们会反对你的意见吗？那样我就成了少数了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少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个老韩呀！警卫员，到。拿酒来。报告政委，韩副司令这里不备酒。作战期间不许喝酒，容易误事儿，特别是今天。 容易上了你的套，老韩呀，你的这个想法呀，肯定是大气魄、大手笔。但是你刚到三纵，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呀。这路啊，得一步一步的走，饭呢，咱得一口一口的吃啊。我觉着，咱们还是先攻打西峰，然后再考虑攻打威远堡。你看怎么样？ 我的同志哥，我有点累了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。啊，不，你再斟酌斟酌啊，我睡一会儿。报告师座，沈阳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吴富贵到。快，有请。是，吴处长请。刘师长。 吴处长，请坐。吴处长，听手下的兄弟们说，这个韩先楚从鄂豫皖就跟东北军作战，一直打到陕北，此人作战诡计多端，从未败绩。而吴兄又一直在研究如何和韩先楚作战，今日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，雪中送炭啊！有点夸大了。 我跟韩先楚呢，自幼为敌，半生啊都厮杀在疆场上，有输有赢。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我还是很了解的。哎，对了，国荣啊，给刘长官汇报一下咱们最近的情报。是。
来，醒醒。 哎呦，今儿怎么来这么齐啊？司令员，针对此次的作战方案，政委呢专门组织了这一次党委扩大会议。司令，就等你了，坐。好，都坐吧。这个会扩得够大的。既然大家都来了。 那我就先谈谈我的意见。哎，老韩，你的意见我都跟大家说了，你坐。那我来说两句。对于这次攻打西峰，还是到底打魏元浦的作战方案，我跟韩司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。无论是打仗还是作战，咱们都需要稳健周密。 不能有半点闪失，但是在战场上，咱们更关键的是需要有胆略和气魄。只有这两者加起来，咱们才能战无不胜啊。其实啊，一直以来我对韩司令的主张还是十分敬佩的，但是不用大事了，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长话短说，参谋长，表决吧。根据我们的情报部门。 和空军的侦察，他们很有可能要进攻我军三四六团驻守的西峰。西峰离共军的第三纵比较近，虽然兵力不多，但攻势坚固。但我认为，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攻打西峰，而是为了拿下西峰，进攻威远浦。传我命令，命令三四七团在号家店二道河子，三四八团在莲花街。 顾于书地区，谁是准备出击打援？如果西凤失守，我魏元浦必定难保。是，慢着。刘师长，我倒觉得韩先楚不会攻打西凤，而是会长驱直入，直接攻打魏元浦。所以啊，一定要加强魏元浦的防御啊。吴处长的意思是说，韩先楚会舍近求远，直击我魏元浦。 韩先楚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。他呀，从来不按常理出牌。话尽管如此，可我刘某还是拿捏不准啊。同志们，对于两位领导的意见，现在大家举手表决。同意政委攻打西峰的，请举手。四位同志，好。 同意韩司令攻打魏元浦的，请举手。韩司令，多数通过。好，按照表决的结果，照韩司令的意见，攻打魏元浦。报告。 说，动动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三位处长联合签署复电。念。万先处啊，实施战斗。司令员呐，在这之前呀，政委已经把你的作战方案上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了。保罗，有你这个政委这么大力的支持，我韩先楚这仗打不赢，我都对不起你。包师座，五十三军军长周副长转发督战官来电。念。幺幺六六师，死守西方，以确保中长路之安全。这个督战官呀，总是被共军的假象所迷惑。 吴长官，您多虑了。我幺幺六师乃是滇西对日作战赴缅甸作战之精锐，区区的一个土八路三纵，哪是我们刘瑞川师座的对手？哎，听吴处长这么一说。
韩燕楚这小子，我们必定不可小看。七师到，你们负责威远浦方向的主攻。是八师九师到，你们负责两侧实施打援。是，纵队，炮兵团一部到，我会给你们配一部分步兵，向西峰挺进，找机会发起佯攻，然后立即撤出阵地，西进威远浦。管局长到。 交给你项艰巨的任务。今天深夜，你带着先遣营化妆成国民党的军队，直奔威远浦，目标116师的师部，负责把他的脑袋给我打下来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随后，七师大部队要长途奔袭120华里，向威远浦进发。记住，路上遇到任何敌人，不予纠缠，务必于明日清晨到达攻击地点。 八师九师要按时到达打援的地点。这次佯攻西峰部队，我们一定要攻击猛，炮火狠，一定要把威远浦的敌人给我调出来。同志们，威远浦一战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 快， 立即调二道河子、炮家店的部队向西峰增援。是。 刘师长，吴处长，咱们判断错误，共军攻击的目标是西峰，不是威远浦啊！啊，错了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？共军整个纵队已经向我西峰逼过来了。报告师座，沈阳队长官来电，命令部队迅速增援西峰。 命令：三四六团迅速增援西峰，三四七团38团各抽一个营，工兵营，后续跟进。是。刘师长，你这样的话，魏元普不就成空城了吗？呀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吴兄，西峰危急，刘某恳请你迅速赶往新开原，让魏军长立即派130站边第30、30师立即增援西峰。 那好吧，但是刘师长，还是恳请你关注一下魏元浦。走。魏元浦，韩信楚。命令，我攻打西峰部队，立即掉头西进，进攻魏元浦。是。关局中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 看来他是在等待咱们的进攻信号啊！命令炮兵开炮！指挥部命令，开炮！一发抓点，全团齐发，预备，放！哎，沈阳，沈阳，立即调魏远浦最近的130师、30师，救援，救援！ 他们同样在遭受共军猛烈的攻击。看来，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了。军人就是应该战死沙场，也绝不投降。命令师部所属人员全体进入防御工事。我116师要战至最后。 一兵一卒，走！八师报告，第34六团已经开始回防。九师报告，第38团也开始回防。四纵通报，他们已经同前来增援的三30师和130师接火。命令要听我们调动了。命令八师左翼师长、九师徐国副师长，按照预定计划左右夹击，前后保守，给敌人包个饺子。是。 同志，参战部队杀敌立功，力争全歼敌34师、38团，不能放走一个敌人。是。别按我这边，别开枪！站住！别开枪！自己人！是副师长，你们是哪个部门的？全站干什么？我是38团的副团长，奉命来保护师长。师长不用你保护，现在我命令你带着队伍进阵地，抵抗共军。你奶奶的，老子是秘书连军！进入阵地，把旗子拔下来，挥刀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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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先遣营已活捉116师师长刘润川。是。韩司令，好。从作战开始到现在，共用时28个小时，我军俘获敌116师师长、副师长、参谋长共计6700余人。连仗打得漂亮，回头啊。 我在翠花面前好好的夸夸你啊，人呢？带过来。你就是刘润川吧？正是。好，幸会幸会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看将军气宇轩昂，我想应该就是旋风司令韩先楚吧。哎，不来这个，不来这个。今天被我军俘虏了。 服还是不服？从一般的战争眼光来看，你们应该先打西凤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就像孙猴子，翻着跟头就直逼我魏元溥。我曾经反复的琢磨，你们要打肯定会先打西凤，因为那儿有我一个团的守军，而且防备极其坚固。就算你们打郝家店，我也不怕。 因为只要你们敢进攻，就会被我们两面夹击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会舍近求远，长途奔袭120里，直逼我师部魏元溥。韩先楚将军，果然身手不凡。今天我能够败在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手里，我刘某输得心服口服。啊！说实话，刘将军，你在中缅抗日战场上的表现。 我早有耳闻，也心生敬佩，所以让手下没有击毙你，还请将军好好的反省这场内战吧。行了，别垂头丧气的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啊！再说你输的也不冤，别忘了，这可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啊，换了怂包，早就结束战斗了。局长，走。 给刘将军准备点吃的。
这个打仗啊，可是个力气活啊！打得不错，歇着吧。好。共产党在南满的一次次的胜利，逆转了东北战场上的态势。中共由此开始了战略上的大反攻。韩先楚带领着纵队。 也由此赢得了旋风部队的美誉。与之相比，国民党却在走马灯的换将。杜聿明带着一肚子的怨气，拖着病体离开了沈阳。陈诚却带着领袖夫人赞誉的美酒，豪情满怀地踏上了东北的土地。可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？ 诸位，今天我受蒋总统之委托，有幸陪同陈诚司令长官前来东北赴任。我们相信，陈司令长官的到来一定可以扭转东北战局。现在，有请东北战场最高统帅陈司令长官训话。诸位。 战场危难，我不想再多啰嗦了。为了实现布点、连线、扩面的作战计划，挽回败局，一方面加强对吉林、长春、四平、锦州的固点；另一方面，集中重兵于沈阳外围的铁岭、抚顺、本溪、新民、法库等地区，以。 确保辽西走廊打通沈阳、长春、吉林之交通。此次蒋委员长调我到东北，是与共军展开决战的。我不相信美式装备的国军打不败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，啊？诸位。 这是蒋总统夫人从南京为我们带来的美酒。人头马，拿破仑等级，啊，路易十三的境界，可谓是至高无上啊！军人的荣誉也是至高无上的。拿破仑的人头马，可见蒋总统和夫人的良苦用心啊。 领袖要求我们用胜利赢得军人的荣誉，党国的荣誉，请大家举起酒杯，为东北战局的胜利干杯！干杯！为了实现毛主席。 集中优势兵力，展开更大规模战略反攻的这一设想，董总的策略是这样的：在秋季攻势基础上，寻找敌人最要害的部位，那就是北宁线上锦州至沈阳段。经过了整编和扩充啊，我们东北部队的兵力又增加了22万人，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7万人，比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。 多出了16万人，因此也具备了大的实现更大战略反攻的基础。中央已经同意将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，元旦即可公布这一名称了。是啊，元旦就是明天了。董总啊，肯定会有大的动作。陈诚也来到了东北，他也想有动作呀，但是啊，改变不了。 他们失败的命运，陈诚的三路大军中，他的左路军新五军现在突进速度比较快，已经显露出来了。我们应该抓住时机，消灭这个新五军。哎呀，我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在进入1948年前一天这一仗，一定要打赢啊！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，是啊，即将到来的1948年。 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年呐！
陈诚新年都不让我们过，把我们赶出了沈阳。从沈阳到这儿用了几天啊？军长，火车磨磨唧唧开了五天才到居留河这个破地方。命令部队在这儿就地吃饭，吃饱了肚子再往北面的安福屯开进。是，命令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开饭。征老百姓的大车什么时候到？估计很快就能到了。征了多少辆？费了很大劲儿，就调来了20多辆。东北的老百姓都叫共军给带坏了。20多辆？20多辆怎么能拉一个军的给养和弹药呢？军长，陈诚给我们新五军带了10天的粮食弹药，老百姓这20辆车肯定不够。命令，我们就带3天的粮食和给养，剩余的全部留在这个车站，派一个警卫排给我看着。是。老韩，驼了。新五军到什么位置了？已经到达了安福屯。哎，你们来看啊，这是我们的正南，这是东南。我现在觉得，我军的攻击力量还是太薄弱了。战斗一旦打响啊，敌人很可能会向沈阳逃窜。我建议啊，给东总发个电报，把我3纵原来的打援任务改成主动出击，先打敌侧后，切断其退路，同时担任打击沈阳来的援军的任务。我马上电告东总。好，好啊！我这样一来啊，咱们3纵就从后备打援的力量变成了主攻部队了。我看新五军这块肥肉啊，咱们是吃定了。哎，报告，通讯科副科长胡采桑奉命前来报道。我说采桑啊，我可把你给盼来了。我一接到调令，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啊，哎，这人是铁呀，饭是钢，先吃了饭再说啊。来，给咱们的顺风耳盛碗面。来，盛饭。谢谢罗政委，谢谢韩司令。好，快吃饭，快吃饭。老韩啊，为了换你这个宝贝啊，我差点跟彭家庆翻了脸呀。啊，后来啊，我让通讯科把另外一台大功率的监测设备给了4纵，这才把它换回来的。你这个算个球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红军时期，贺敬年的保卫干事要杀他的头啊！我拿了4门炮，才把他换回来。当时的4门炮，2个连队都不换呢。开玩笑！东总同意了我们的建议。东总的速度很快呀，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东总司令部来电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43师及195师残部退守于文家台村内，明早8时，你纵与2纵在炮纵的炮火掩护下，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，力争全力歼敌。现在是晚8点，到明天早8点还有12个小时。政委啊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呢，别给敌人喘息的机会，立即出发。这个新五军的军长陈林达，那可是老泥鳅啊！啊，又刁又滑。即使在东北战场上，我们多次交手，可是每次都能让他溜了。这次下定决心，一定得把他逮住。司令，赶紧下任务，咱们给他来个运动攻击。我吃完这碗面行吗？哎呀，填饱肚子，好打仗。院长官，富贵啊，坐，请坐。不坐了，院长官，我请求你给我一个师，不，一个旅就行。我要跟共军的韩千楚决一雌雄。现在东北的大局势已经不是一个师一个旅能够解决的问题了。共军47万，对我们30万，悬殊太大了。即便是委员长能请求美国人把援兵运过来，他也是杯水车薪呐。那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失败吧？军事上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政治，
现在政治和军事翻脸了，老百姓把心都捧给了共产党，党国大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可是南京方面却是夜夜笙歌，纸醉金迷。那委员长，委员长就应该狠下心来整治一下。蛀虫遍地，蛀虫遍地，他也无可奈何。山东战场上的惨败，西北战场的无为，共军的流动大军又千里挺进了大别山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目前东北的战局。委员长不是把陈诚换上了吗？哼，可能会更糟。那你就应该提醒一下委员长啊。提醒，他何尝不知？可是陈诚是夫人举荐的，富贵啊。伴君如伴虎啊！院长官，您一直是我效忠党国、效忠领袖的榜样。可是今天，我看到的是一个颓废的老头坐在这儿杞人忧天。所以，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会为之奋斗一辈子，哪怕牺牲我的生命。这个我不怀疑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可是眼下的情形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、寝食难安的？我愿意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。好，好，不给，就像当年在鄂豫皖那样，马上给我训练出一支特别的纵队。专门负责斩首行动，军费和装备，我向委员长申请。谢谢叶长官的栽培。富贵，对天发誓，一定多杀踢球，不辱使命。记住，我要的可是共军纵队以上指挥员的脑袋。放心，我会先拿韩先楚的脑袋开刀。战斗十分残酷，敌人是族村的顽抗，我们是族村的争夺。当其师直逼新五军军部安福屯的时候，敌人的军部已经西窜到了文家台。文家台，我早就料到他陈林达会往那儿逃窜。命令，我三纵主力立即掉头，向西北发起进攻。是。八师到，迅速占领北岗子、水口、李家窝棚。是。九师到。向姚家屯以南地区发起进攻。是。报告，东远司令部来电，一支摩托化部队正向我后方移动。好，知道了。报告。报告师长，刚才我们破译了一份特殊的电文。行动代号利剑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纵队，很显然是冲着你来的。特殊纵队。我看他陈林达再狡猾，不可能这么快。这是我们的老相识啊，这是想趁着我们去揪陈林达的脑袋，他反手来揪我的脑袋。参谋长，到，命令指挥部，我们立即撤离，所有帐篷都不许动，给我留着，不管职务大小，今天晚上都跟我甩开两条腿，连夜赶路，往前走。是。我们的指挥所去哪儿？文家台。文家台，那可是陈林达的军部。没错，他陈林达不是想要我的脑袋吗？我就亲手给他送去。他要要不了我的脑袋，我就要他的脑袋。一招妙棋啊！陈林达就算他再狡猾，也绝不会想到我们的司令部会扎在他文家台的眼皮底下。不过这是个险棋啊，没有风险哪来的胜利啊？今天午夜开始行动，指挥所开始转移。是。你跟我去一下西市，指挥部准备撤退。报告，徐总，不好了，共军的三纵已经从我们屁股后边攻上来了，几万人
攻势很猛，已经突破了我军阵地。不可能！共军哪来这么多部队，四面八方向我围攻？按我的命令，立即向沈阳突围。是。命令军部向温家台方向转移。是。报告。报告军长，共军向我围来的主攻部队是韩先楚的三纵。韩先楚？哪个韩先楚？就是打掉我们魏元浦的那个旋风司令韩先楚。你们听着，我新五军可不是他幺幺六师，他想搞掉我的指挥所，我先把他的指挥所给他搞掉。立即摸清韩先楚指挥部的具体位置，密告吴处长，调动他的特别纵队搞掉他那个旋风眼。是。击毙了韩先楚，赏金大洋十万。报务员肖凤瞻前来报道，他是地主的小老婆。你再胡说，我还打你！我听。